若要佛法心，唯有僧赞僧。富录：《鱼宗鸟矶石宝山》结录。作者：觉平。怀念恩师。 名山老法师，秋水渔踪，长空鸟迹。若问何往？往生净遇，觉而不迷，生必有灭，成愿再来。 何须悲泣？这是明山法师释集前写下的一首告慰诸弟子的遗迹。一代高僧撒手西归，十方信众哀痛欲绝。 作为他老人家的弟子，更不免也如恩师当年痛哭老人一样，我心酸了，流泪了，痛哭了。有缘随侍恩师达三年之久。 是我今生最大的幸运。其间，在协助老人做些文字工作的同时，亲灵教诲，耳濡目染，所获足以终生受益矣。老人一生行持。 威德如山，所言于宗鸟迹，当曰法身慧命，常住人间。翻开老人的回忆录，在那史无前例的岁月，明山法师一度被打成。 反动和尚屡遭严酷批斗后，被关进小黑屋，处于那种念一句佛号则被斥为放毒，而揪出来游街示众的险恶环境，许多僧人。 都纷纷归属，而明老对佛教的真理的信仰毫无动摇，泰然自若，坚持心里念佛拜佛，并暗地里手抄《楞严经》，撰写著书。 其手抄经本幸被保存下来，被人们视为珍品而收藏着。明老一生恪遵以戒为师的信条，持戒之言，足为后学之典范。 一九九八年底，明老应邀赴新加坡讲经，返回时先抵广州，下榻于大佛寺。彼时，深圳有皈依弟子周中正、胡建英居士夫妇。 驱车至大佛寺，恳请老人到他们家小住几日。盛情难却，师乃允之。建英居士殷勤款待备至，胜似亲女。晚上。 待老人洗浴后，居士欲为老人修剪指甲，孰料竟遭老人戒律不许之坚辞。性格文静的剑英居士手持剪刀，默默而退，显得有些尴尬。 就连势力一旁的我，也觉得老人太拘泥固执，贸然求师随和，一遭严厉训斥。师博览群经，精研教理，通晓三藏，论著颇丰。 近二十年来，应邀于世界各地讲经传戒，受到海内外佛教界高度评价。一九九九年一月一日，斯里兰卡佛教会领袖维普拉萨拉长老。 将该国佛教最尊贵的礼物——兰卡传统圆扇一柄，特派专人赠送给名山法师维普拉萨拉长老，并在所附信件中称明老为三藏法师。此物。 现珍藏于焦山藏经楼，可见明老享誉海外声望之高。中国佛教协会会刊《法音》，二零零一年第七期附录。 名山老法师二三事，作者静根。因老法师的常随侍者有事他往，故我有缘做他老人家的临时侍者，侍奉左右，在朝夕相随的日子里。 我发觉，他老人家的一举一动，都体现了佛法的精神。他是将佛法融进了日常生活的一举一动之中，这种无言的教化，时常令我感动。在此。 我仅列举二三小事，以想各位同参道友。待己节俭，利他慷慨。老法师精通三藏，海内外信众请他讲经说戒的很多，因此。 供养也不少，在一般的人，一有了钱，首先得考虑改善自己的衣食住行，把钱用于个人的生活享受。可他老人家却不然，仍然保持原先的生活习惯，衣食住行。 极其节俭，惜福。有一次，我陪他吃面条，我为他倒醋时，不慎滴了两小滴醋在餐桌上，这在我是不屑一顾，而他出乎我意料之外的。 将粘在桌面上的醋用舌舔尽。吃完饭之后，他总是习惯要倒一点开水在碗内，将粘在碗上的残叶洗一洗，然后喝下去。有时没到开饭时间。 可肚子饿了，他就吃一点花生充饥。偶有花生粒失落于地，在我看来，落地的食物很脏，吃下肚不卫生。更何况一粒花生算得了什么？可他却弯下腰。 去四处寻找，找到了，放在手心吹一吹，放进嘴里，有滋有味的嚼起来。在吃的方面，他从不讲究，从没在这方面用过心。用他自己的话说：“有什么吃什么。” 一切随缘，吃上如此，穿上亦复如是。一天早上起床了，我无意中发现他的内衣上有好几个小破洞。接着穿绒线衣，他却反着穿。我提醒道。 法师的绒线衣穿反了，他不快不慢地说：“正的穿穿，再反过来穿穿，两边磨损，可以延长绒线衣的使用寿命。在穿着上，他对自己是吝惜的。” 然而，他却把弟子们供养他的许多好衣服，自己一次还没穿过，却送给了缺衣的僧人。老法师对待自己是那么节俭惜福，每月的开支极少。 只有几十元钱，然而利益他人时，却是那么的慷慨。他常对寺院里人说的一句话：“有困难吗？没钱问我拿。”我亲眼看见他给别人的钱。 有时几百元，有时几千元，有时好几万元。根据困难的大小，决定给钱的多少。前不久，他去新加坡弘法，信众们供养他几十万元，按理。 既是供养他本人的，当然就可据为己有。然而他明白，庙里正在建造藏经楼，马上还要在山顶建宝塔，急需钱用，所以他人未回国，钱。 先寄回了寺里。用他自己的话说：“从十方来的钱，还用于十方。做事认真，修持不怠。老法师今年已八十三岁高龄，年老体衰。” 精力不比平常人，可他做事不因精力有限而马马虎虎，做每一件事都特别认真，一丝不苟。他有每天写日记的习惯，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 毫不间断。有时因事情太忙，他宁可晚上不洗脸、不洗脚，也把这个时间挤出来写今天的日记。有时因太劳累，实在没精力写了。 可第二天一大早起床，首先把昨天欠下的日记补上，然后才开始新的一天的生活。我时常被他这种做事认真的精神感动。老法师名扬四海。 给他写信的人特别多，他对每封来信都是认真的对待，从不对来信人敷衍了事。有时信太多，忙不过来，就叫我代笔。但我写好回信后。 他总要亲自过目，认为没什么问题了，才肯将信封好寄出。老法师的会议和应酬很多，经常离寺外出。到了外面，早晚的功课也毫不放松。他规定自己。 在早上起床之前和晚上入睡之前做功课。他念经念佛时默默无声，用自己的心念。我有时起床解手之后，睡意尤深，想再睡一会儿，一看。 他老人家，敷坐一旁，默默用功，就不好意思再睡了，也跟着盘起双腿，念起经来。不摆大架，平等待人。老法师是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 江苏省佛教协会会长、江苏省政协常务委员，兼任好几座寺院的方丈，名望地位很高，但他把这些都看成是梦幻泡影，从不摆什么大架子。 不管大人物、小人物，只要他有时间，他都会接待。他的书法一字千金，求他墨宝的社会各阶层的人都有，他从没拒绝。我想。 无有高下的平等待人，这是他老人家受到广大佛教徒敬重的一个重要原因。记得有一次，一个小沙弥在狭窄的楼梯口和他老人家相遇，他反而让在一旁。 叫小沙弥先走，小沙弥坚决要他先走，他还是站在一旁叫小沙弥先走，小沙弥只好恭敬不如从命。这件事感动得这位小沙弥，多少年后还津津乐道。 铭记不忘，我在他身边。有时他把写好的稿件给我看，叫我提意见。其实凭我的水平，哪里敢提什么意见呢？学习学习倒是可以。写到这里。 我突然联想到很多古德先贤的公案：滴水禅师对一滴水的珍惜，长步亲菩萨对一切众生的恭敬礼拜，红衣大师和印光大师对一条破毛巾。 一件坏棉衣的爱护等等，他老人家的言行与古德先贤们是何等的一致！老法师的心香四溢的德行很多很多，我所写出的只是大海一滴。 法音一九九六年第十一期。黄念祖老居士，他这个人圆满普贤大愿。黄念祖老居士和净空法师因缘很深，两位。 都是弘扬净土法门，都弘扬下联居居士的汇集本《无量寿经》。黄念老在世时，净空法师多次到北京拜访黄老，有时净空法师。 还没有登门，黄念老已先赶到净空法师的下榻处了。净空法师在讲经中每次提及念老，都充满了仰慕和感恩之情，并且多次透露。 念老不是普通人。净空法师说，念老的境界超过了自己的老师李炳南居士，是佛菩萨成愿再来的。黄念老历时六年注解夏莲老的汇集本。 完稿之后，请净空法师作序，而后由净空法师在海外大量印赠。黄念老往生二十年之后，净空法师暂停了近十五年的《华严经》讲解。 其讲念老的大经解，二位老人的视线，令后辈学人感动不已。黄念祖居士谈净空法师，黄念祖居士《华严念佛三昧论讲》讲记。 录影第二集。最近来了一位台湾的净空法师，他在国外非常受人敬仰，在美国、在加拿大、在台湾、在香港、在马来西亚、在新加坡，他这个人。 本来是学哲学的，后来学了佛，讲华严，讲楞严，后来从华严他醒悟了，念佛了，华严不离念佛，说来说去倒归极的，他现在专修专弘净土法门，专弘无量寿经。 而且是夏老师这一本，他这个人圆满普贤大愿，他就从普贤大愿转向净土。黄念祖居士《屡美杂谈摘录》，意想不到的，就是这个法师。 他叫做净空，他人非常客气，称我为黄念祖居士。净空法师在四个月之前，也就是一九八七年，我去的时候是夏秋之际，他当时正在这。 领导整个当地的佛教会学习，在学习什么呢？学习夏老师汇集的这一部《大乘无量寿经》，这个因缘是很特殊的。佛说大乘无量寿。 庄严清净平等绝经，正在领大家学习这个经，而且定出了每一章、每一条要点是什么，有哪些经文搞出来应该背诵的。 这都是法师他亲笔写的，复印给大家。这是很严肃、很有规格的，所以在我来之前，他们已经很周密的、系统的在学习《无量寿经》。 他在教大家开始学习之前，先有一个总的引言。为什么要学习这个经？他引了六段话，有古德的话，有名人的话，其中第三段就引了我的话。 这第三段是用中英文标注的。为什么要学习《无量寿经》？下面是英文注解，因为他们是在美国嘛。其中，这第三段标注的就是黄念祖居士。 怎么怎么说的？因此，在美国，由于学习《无量寿经》，对于我这个名字，他们已经很熟了，人手一份发给大家，而且我这段话还引得很长，所以。 有这么一个因缘，那么就突破了上面讲的三个障碍了。所以他们就邀请我去讲，而且我在莲花精舍的活动，他们能参加的尽量都来了，他们也想借这个地方。 来听法，联系活动的次数很多。在我讲话时，满桌子都是达路机，吃着饭，走路，凡只要你张开嘴，这个达路机就录个不停，共做了五次录像。 当我临走时，他们的会长一直把我送到飞机的机舱口，代表他们佛教会宣传部欢送我。这是我没有想到的。为什么对这次访美活动值得在此？ 跟大家提一提呢，因为我是大陆的佛教徒，是头一个到了华盛顿和那边的佛教徒会见，在他们的印象中，只有台湾佛教徒，因为去的人都是台湾的法师。 也是台湾的，印经什么的也都是台湾的，所以这个因缘就引出因缘来。看到我的《古想集净土资粮》，他们的法师和群众们都认为很好。这位法师。 马上又要回台湾，所以把我这两部书还要带到台湾去。为什么带去呢？他们设备很先进，通过计算机处理之后，就把我们现在印的这个简体字版本自动。 全变成了繁体字，因为他们台湾人以及在美国居住的台湾人看大陆书本上的简体字很吃力，所以他们需要再转换成繁体字，重新出书，将来。 我这个大经姐印出来之后，他们预备也要这么做。这个佛教会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主持人等等以及成员都年轻有为，大都在三四十岁，朝气蓬勃。 会长是从事公路工程的一位科技人员，他爱人是搞计算机的，为图书馆主任，是一个女的，三十多岁，所以都是一些职业高级知识分子，各个方面都很突出。 这其中有一个人很有智慧，他念《金刚经》，念到：“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于是他就提问：“我觉得这样还不圆满呢。” 那个净空法师就给他解释，还有四句没翻出来，都翻出来就圆满了。确实，后头还有四句。所有的古意佛经，就属鸠摩罗什大师特别，总是把八句。 变成四句了，其余的如玄奘、易静等易经大师翻译的都是八句。鸠摩罗什是综合其意才翻译成这么四句话，按八句来讲，后头还有四句话。 因观导师体，即法界法性。编者按：玄奘大师译本原文为“因观佛法性，即导师法身。法性非所是，故彼不能了，不能以。” 因声求我，不以色求我，那是什么呢？你应该看导师之体，也就是法界的法性，法身不可见，法性就不可知，非你这个思量中的不可思议呀。 你不能思，你思不能思，你不思就不知道嘛？是不是说导师没有法身呢？这么翻译就圆满了。这个女士很有智慧，她自己就体会到了。 这四句里是有所欠缺的，由此可见，他们这些人的可贵之处，而且是在这个导师净空法师领导之下的结果。回来之后。 才更多的了解了这个净空法师在美国当时，当然这一个因缘关系，我是明白的。他是台湾李炳南的弟子，这个李炳南在台湾完全成一个权威了。 讲《易经》，讲佛法，领导三个团体，大家都是一致敬仰他。九十多岁往生的，他也是下联居老师的学生，也就是我舅父梅光熙居士的学生。 而净空法师又是李炳南的弟子，后来出家做了和尚。这个人是如何呢？郑颂英居士，编者按：郑颂老生前为上海居士林林长，著名佛教居士。 来信告诉我说，这个人是变财无爱了。我跟他没有见面，但是他听说了我后，欢迎我去讲，而且他把我的书又从美国带到台湾去印。先前对于他。 我没有多少了解，而上海郑颂英居士知道，说这个人讲禅讲净土是变财无碍了。在美国当地，我当时也听到过这话，说是他先前讲法前。 还要做个预备，后来就不用预备了。讲什么都是自然流出了。我当时听到这话，只觉得这是弟子们对于自己师父的一种赞扬的话，所以没有十分留意。 等听到正颂音，也有这个说法，才算就真是知道了。这是一位大德，黄念祖居士于一九八八年中国佛学院大经讲座录音，净空法师。 为我的大金姐写了一篇序，刊登在最近这一期《法音》中佛协会刊。最近这一期指一九八八年第九期里头，所以这一篇序呀、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请教务处油印一下，发给每个人一份，补充在我们这个《无量寿经》前头，《大经解》前头。像净空法师，他找了五个人，把我们这个书变成繁体字。这五个人。 校对到第三本，一起到净空法师面前发愿。我们五个人，尽这一生专修专弘净土，弘扬夏老这个汇集本，这是很殊胜的事。我们人多，我们不敢这么期望。 只要有人发起这个大愿，这是极殊胜的事。黄念祖居士和忏云法师对话录音，所以夏老师的《无量寿经》，去年一年就在海外印了二十万本。 净空法师的门下，有人一天念十二遍、念三遍、五遍，能背的人很多。各地组织净宗学会在研究。现在夏老师的汇集本，确实是个善本。 净空法师把九种无量寿经都印在一起了，这九种印在一起就很可以比一比，一比就清楚了。因此，夏老师这一本善本。 就是当之无愧，非常圆满。徐恒志老居士谈黄老和净空法师。徐恒志老居士在我与黄念祖老居士的一段《教经因缘》一文中说。 据老人家黄老告诉我，净空法师出家前是台北大德李炳南老居士的弟子。李老对于内典及易经都有很深造诣，德高望重，为台人所敬仰。 李炳南是黄念老导师北下南梅的弟子，后来黄老与净空法师两位大德都发愿弘扬净土法门，广度群盟，可见因缘和合都非偶然。 中国佛教协会会刊《法音》，一九九二年第十一期。徐恒志居士，一九一五至二零零七，7, 中国当代佛门大德，上海市佛教协会。 资义委员，宁波居士林名誉林长，能海上师弟子，于禅、静密皆深入研修，著有《波惹花》一书，影响甚广。 二零零七年三月五日往生，享年九十二岁。火化后，五色舍利千羽，顶骨和舌根不坏。净空法师讲大经解时，谈和黄念老的因缘。 净土大经解演义第五七五集。我跟黄念老志同道合，当年在一起的时候，在国内只有他讲这部经，在海外也只有我一个讲这部经。我们两个碰到了。 无量的欢喜，没有人讲，就两个人讲。他著这部书，年岁大了，身体不好，吃过太多的苦头，身体不好，带着病，一生病，把这个著作完成。我到北京。 到他家里去看他，这边还有照片。在他家里面，看到他那个小房间里头堆的这些参考书，我非常惊讶。我问他：“你从哪里找得来的？”那个时候。 我想送他一部《大藏经》，他说他没地方放。我看了，确实没地方放。但是这些参考数据，就是刚才讲的八十三部经典、一百一十种祖师大德的著书，这相当大的分量。 不容易找到。我说，这是三宝加持，祖宗之德，在那个环境里找到这么多的数据，而且非常难得。他把这么多的资料，有关于解释这部经典，一字一句的。 他都抄下来，都抄在一起，六年时间完成的。三年完成初稿，六年写成这个定本，我很感动，佩服的五体投地。我要不讲。 辜负他老人家晚年的一番心血，我讲这个批注，报答之遇之恩，我们真正是志同道合。净土大精解演义第六零零集，所以念老的集注。 能够集八十三种经论，那是佛之佛见，一百一十种祖师大德的批注注这个汇集本，所以经是汇集的，注也是汇集的，真正是稀有难逢。 我们遇到了，遇到了，我第一次就把他老人家的批注印一万本流通。当时在美国，他只带了一套油印的本子。很多人现在不知道什么叫油印，抗战期间很普通的。 油印的本子送给我，我当时看了一遍，欢喜无量。我问他老人家：“你有没有版权？”他说：“没有版权。”我说：“没有版权，我就给你翻印；有版权，我就不敢印了。” 所以第一步就印了一万部，明天我们就开讲第二遍。我再讲一遍，再讲一遍，把我做的科判汇进去，《大金科柱净土大金科柱注还是黄念老的批注。 他六年的时间太辛苦了，带着病住这个经，我看到心里都很难过。我们晚年才碰到，碰到真是无量欢喜。在那个时候，国内讲这个经的他一个人，在海外讲这部经的。 也是我一个人，所以两个人见面无量欢喜。我们报老人知遇之恩，感谢老人这大恩大德，加持末法一切众生。黄念祖居士大经解序。 是净空，丙寅之秋，于于美国东西两岸弘法，历时大城市，侨胞中颇有能信弥陀净土，且发愿依教奉行者。 喜悦无量，知其善根福德不可称量也。到今洛杉矶，与故人翟氏兄妹云，家言八至庆，印经以为寿，如何？ 愚曰：“是纯孝也，其善于亲友称商远矣。盖能以此受乎众，是得无量寿也。且告之曰：‘雪失今春西归。’” 于未报师伐乳之恩，拟讲下联居大事会集之无量寿经，师习常演示经于台中，亲笔梅注在此，详阅梅黄二序。 念功拔文，皆深赞其美，而大金何赞十四条？道尽诸佛度生本怀，敌视老婆心切，故无代言也。斩卷共读之。 悲心焦急，宅氏兄妹发心资印二千部，余任八千部，并许西利宣扬，结万人生息之圣缘也。丁卯仲春。 受经印成，普施中外，广为流通。唯愿从此，佛声远震三千界，苦海变种九品莲耳。四月初，华府佛教会成立。 朱莲友推于首任会长，未说受经大义。莲花精舍同仁来告，礼请念功，来美弘法。于称善，曰：“是莲大事之传人也。” 此土何性，感得善有锐应，即怂恿之，并主众善施事之，即其真此稀有之圣缘也。八月，纽约庄严寺夏令营参学。 未说普贤愿王，圆满日，金华府返达拉斯，九月飞台北红，宏大经行前，成念公会以具著，启示之，乃受经会本节也。 惜其备力艰辛，方成私著；携归快读，敬之。眼倦太息曰：“正法式微久矣，提倡无人故耳。连公绘本，虽现曙光。” 流通不足，多有未见闻者。余虽多次畅印，终未能人手一卷。何况此经讲者稀，著者稀，常见为丁福宝氏千著。 《唐吉藏易书》、《随远公易书》而已。三者以远公书最为明晰，习其文辞简约，使人研习较难。 《囊余》已如此稀有重要之第一经，实为如来乘性之极谈，众生本具之化仪，一乘之了意万善之总门。 净土群经之纲领，一大藏教之旨归，净土三经之根本大经也。故未见时贤未之著，时引以为遗憾耳。不图今日。 而有此著，正法其心之兆于众生福德因缘以致之语，读之在以觉其讯闻详实，是亦经当广征博引。 以饶敬业资粮为吉物，成地之语，感人极深。呜呼，净土法门极难信，而极易行，难于经义之名耳。 今有如是经会，复有如是经解，经义明知有助矣，红讲宣扬是然矣。余年花甲，深信净土为一切诸佛。 度生成佛之第一法门，智趣大成者在所必读；普度有情者在所必弘。是以发愿尽未来际，读诵劝进焉。于是。 毅然任流通之责，请子行万步，以为首倡。深愿如念功本愿，各地闻风兴起，印者无量，读者无量。 发心获益者无量，便借法师而回劫运，念功拔羽有云：此经多印一部，持诵多增一人，即减少一分业力。 挽回一分世运，所望弘法长德，优势贤达，合力提倡，普遍推行，术使此照真达俗，事理双融之契精 凡圣齐设，性修不二之宝典，光明遍照，佛日常辉。择其前消灾祸，福意轮迹效力之伟，将有非言可喻者。 治本之徒，莫善于此；救时之要，亦莫先于此。其硕俊彦所见皆同，信物等闲视也。善哉，斯言！犹不可思议者。 协助编校此著者有简风文、严瑞燕、阮桂良、李衍忠、郑光惠等诸君，校为中篇，深得经注之启示。 各发大心，远近行受，专修专弘，简等诸君，君大学毕业，于此著信有疏远也，进而请受此经。 即净土其余经论，以为红习资粮。余欢叹莫名，不敢以学肉为其请。愿我同伦，心同佛，愿同佛，解同佛。 行同佛，则必为诸佛护念，一切菩萨之所拥护，皆得上品上生，是不负莲大事，念公二老会集详解之苦心也。 念功不弃，浅学主为之序，亦不敢辞。谨述书圣因缘，欲乎善信云耳。一九八八年，岁次戊辰，诸佛欢喜日。 敬业学人是净空，仅致于美京华府佛教会，《中国佛教协会会刊》《法音》杂志，一九八八年第九期第十九页。 黄念祖居士简介：黄念祖居士，一九一三至一九九二，法号龙尊，亦号心士，别号老念、不退翁。一九一三年。 癸丑年三月初六日，生于佛教世家。幼年早孤，常随侍其母梅太夫人听经闻法，并于其舅父梅光西老居士处熏陶，知向佛成。 青年时代，初读佛典为《金刚经》，于“无住生心”之句，深感奇妙，如醍醐灌顶，受大震动，而引发以凡夫心欲真此境，唯有。 念佛或持咒之念，从此对佛法升起大崇敬心。一九三六年，就职开滦煤矿期间，于梦中密加不可得，而出悟。抗战时期。 于国难之中，学佛一家精诚，曾皈依当代禅宗大德虚云老和尚，于密宗皈依弘教大德诺那祖师嫡传弟子莲花正觉王上师。 即白教大德贡嘎上师，后于一九五九年受王上师衣钵及遗嘱，继承莲花精舍金刚阿舍离位。抗战胜利后，于一九四五年调职返京。 由梅光西老居士和萧龙友老先生引荐，拜谒禅境大德夏莲居老居士，深蒙讲业为入室弟子，并亲闻莲公大事讲解。 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绝经，且详作笔记。于禅静两宗深得法要。于六十年代初曾撰《大经玄义提纲》一册。 成连公建和，深蒙应可，并主其弘扬此经，且可直抒己见，随意发挥。此前于一九五三年在天津大学任教时。 精诚修法读经，忽一日触机成记，成连功见览，肯定其真物，称为唯一心许弟子。后成王上师评鉴，已确认为开悟无疑。 文革浩劫，念功亦未能免，而修持却愈加勇猛精进，所获真实利益不可胜计。正如连功玄寂，唯艰难困苦备尝之矣。 方可成就。此后，念功为报佛恩、师恩，发愿注解大经。自一九七九年闭门谢客，遍览诸经论，苦心参言，构思酝酿。 于一九八一年完成初稿。念功虽年迈多病，但悲心深切，为使大金解更真完善，依然矢志不渝，历时六载，稿经三易，终于。 一九八四年，俊稿复印，现今海内外广泛流通，已逾数百万部。念功在著述同时，在中国佛学院、居士林、广化寺多次弘法。 我开设净宗讲座，其著作除大经解外，尚有《净土资粮》《古想集》《华严念佛三昧论讲记》《心生录》，即未完成之《大乘无量寿经白化解半步》半部。 原计划撰写的尚有《静修结要》《报恩谈》《禅静密三法一味论》与随笔等，习众生福薄，均未能实现。念功身患多种疾病。 本应多加修养调护，但因弘法心切，于生命而不顾，为加紧完成诸多著述，经常废寝忘食，同时还慈悲接引，随机设教。 终因劳累过度，于一九九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凌晨世疾往生，终年七十九岁。临终前欲言不能之时，但洒脱一笑，全无牵挂。 四月七日，涂皮遗骨洁白，或五色舍利三百八十多粒，足以证明其成就。编者按：黄念老是佛门公认的成就者，现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 传印长老在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八日至十日，由北京佛教居士林和北京广化寺联合主办的黄念祖居士圆寂十五周年纪念。 在净土思想研讨会上的发言中赞叹，黄念祖居士做到了禅、净、密三法圆融，是近代非常难得的大德，是民国。 下联居居士之后，著名的在家居士黄念老在世时，曾有人在他面前毁谤净空法师，念老却说净空法师禅定力很深，念佛功夫好。 度生事业功德大之类的话，并无半句贬损之言。念老一生最重要的事业就是主大经解，而他老请净空法师为此书作序，黄老的秘意。 值得深思。附录：郑宋英老居士，追忆黄念老。北京大德黄念祖老居士以往生，笔者十余年来亲承教义。 在印经弘法上的联系合作尤多。今整理弘教法汉二十三函，重复拜读，启迪良多。清怀先哲，博学高行，授书警策数则。 以当追念永思。五十年前，谈论佛学大师供养南梅北夏，而黄念祖居士正是南昌梅光羲居士的外甥，和北京夏联居居士的门生，所以。 居士虽为科学家、名教授、无线电工程学的专家，而坚贞不渝的毕生担精尽力于佛法的修学与弘扬。念老早年在南京亲承诺那贡嘎上师。 准许他可以看阅一切密乘法本。布达上师在海南嘱咐他传法。面老是在真修实证上已有大成就的宁玛派上师，但他在佛学院讲。 《客居士林说法中》，以及《释经著述中》，一若其不懂密法者，而谦逊的为恐显教，只归净土，而其谦虚谨言，自行精勤。 笔者对他的学养之深，实觉心折无似。念老真过量人也。在重读念老一札中，谈到他对著述的严谨态度，真足以垂范后世。 下面是综合他的几封信中的话：“错下一转语，堕五百世也狐身。”所以，我每在修持功课之后，求上师三宝加披，在佛光普照下，才下笔写作。 恕免谤法之罪。每天的功课平均约为八小时。以他的高功夫、高水平，对下笔写作如此谨严，每天八小时修持功课，对自己的要求精进又如此。 他的言行真足为后学的楷模了。附录：索《所达及刊布著密宗弘深成就略记》，黄念祖老居士。黄念祖居士（一九一三至一九九二）。 当代著名大德曾皈依禅宗大德虚云老和尚及密宗红教大德王上师，与白教贡嘎上师修学密法，获得金刚阿舍离。年轻时。 即有醒悟。生前曾为北京邮电学院无线电通信工程学专业的教授，其著作有《净土资粮》《古想集》《华严念佛三昧论讲记》《新生录》。 《净宗心药，大乘无量寿经》白话解等，于一九九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凌晨示集一笑往生。去世后十二天火化，抬遗体时，遗体柔软。 并感到明显变轻，手指都能活动，时而发出奇香。火化后，老人随身带去的凤眼菩提念珠，经历大火而不坏，遗骨洁白如玉，并从骨灰中先后拾得。 五色舍利三百余粒。附录：黄念祖居士现观世音菩萨像，一次非常殊胜的经历。作者：姚景良，法名：心亮。记得我刚学佛不久。 王居士给我一部下联居老居士汇集的《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绝经》结缘，告诉我说这是法宝，并提黄念祖老居士给这部经做了注解。 明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解。当他提到下莲居老居士、黄念祖老居士这两个名字时，我觉得特别熟悉、亲切。哦。 莫非是小时候听我爷爷奶奶常提到的夏联居老师夏老师？我心里想。王居士还说，黄念祖老居士平时在家写书，一般不接待来访者。 听这位七十来岁的老居士满腔激情的讲，怎样不容易才见到黄老，真不忍心打断他的话。何况中国同名同姓的人很多，别认错了人。王居士说。 一同拜访的人还同黄老照了相片，我就请王居士把相片给我看看。当我看到相片后，心里想：没错，就是他老人家。我小时候见过黄老，离现在。 已经有三十多年，近四十年没见面。黄老现在头发白了，岁数大了。至于黄老是什么样的人，我当时只是认为他是位老修行，给我爷爷奶奶很多法益。 并能著经著书，随着我诵经，对于经文有些地方不明白，我就想请一本《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解》，但哪里也没有流通的，请不到。 于是我就想，何不去北京找找黄老，问问哪里有流通的？我带孩子去北京看我百岁的爷爷，谈起夏联居老师，当时我爷爷肃然起敬，两目炯炯有神。 驼着的背也直了起来，说话的声音也大了起来，如钟声，都震我的耳朵。看得出来，敬佩之情从我爷爷心里发出。我爷爷谈起当年跟夏老师学佛。 在下府念佛、绕佛、做佛事。我从小跟爷爷生活，虽然到上学时回天津，但每年寒暑假有时间，我都去北京看爷爷奶奶。 但从未见过我爷爷这样说话，我听了都为之感动。谈起黄老，我爷爷赞叹不已，并说黄老的母亲在往生前半年就预知时至，并把随身的念珠。 给我奶奶做纪念，我听了很高兴。高兴的是，这下可好了，有什么学佛的问题可以问黄老，请黄老当我的老师，并问问他从哪里可以请到《佛说大乘无量寿》。 庄严清净平等觉经解，于是，我去拜访黄老。我在一九九一年八月二十二日下午两点左右找到黄老家。一进门，我马上就认出来这个院子。 我小时候常来。一九五五年、五六年时，我爷爷奶奶住在西四丁街人字四十九号开诊所。我从小跟爷爷奶奶一起生活。我奶奶。 经常带我来这里。我回天津上小学后不久，我爷爷奶奶也搬家了。以后我就没再到这里来。非常荣幸，我有幸拜见黄老。当时。 我与黄念祖老居士相距大约二米，相对而坐。黄老亲切的询问我学佛情况，问了我几个问题。遗憾的是，当时我刚刚学佛，什么也不知道。突然。 我眼前一亮，我见黄老全身放金光，其光金黄，略有红色。光的亮度比夏日正午骄阳的光强得多，金光晃耀，就像刚出炉的钢水。 黄老脸上每个汗毛孔都向外喷光，其光成束，很粗很亮，旋转变化，向外喷放。我的眼睛都睁不开了，只好眯着眼睛看。 再看黄老的脸，不是刚才和我说话的七八十岁老爷爷的脸，而是一个满面红光、十五六岁姑娘的脸，其容貌比我所见过的任何一个人。 都圣洁美丽，我从未见过。傲雪的梅花，十五的皎月，也不能御其神韵。尤其是那双眼睛，是那么慈悲，我从未见过。 又带有几分童真，从里向外都那么真，那么慈悲，不是用语言文字所能讲出来的。我当时想，佛经里有关于这方面的记载，佛经。 是说什么如融金句，什么引唱表里，后面又说的是什么事？谁万亿子金身？后面又记载什么事？遗憾的是，我刚刚学佛，由于当时。 刚刚读经文，对于经文很生疏，怎么也想不起上下文，对于佛理也不知道，只是觉得很殊胜，但又讲不出所以然，只有傻呵呵的坐在那里看着黄老，时间。 大概有三四分钟，突然想起，寺院里观世音菩萨是女相，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正当我想到这时候，黄老突然把光收了，我面前还是坐着。 七八十岁、白发苍苍的黄念祖老居士，黄老两目慈祥和蔼地对我说：“你要好好修啊！”我心里默默回答：“哎。”黄老站起身来。 拿出我日夜思念、希望得到的《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解》，莲公大事净语、宝王三昧忏，内含静修结要等书给我。 并告诉我，持名念佛为根本。由于我知道黄老时间宝贵，没有特殊的因缘，不见外人，我怕占用黄老更多的时间，就满心欢喜，拿着书。 就回家了。当时我心中想着，黄老修行真好，会放光。竟没问黄老刚才是怎么回事。拜见黄老后的第三天，我就回天津了。在回京后。 开始的几天里，每当我做功课、读《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绝经》时，全身酥麻，像过电似的。尤其是开始的第一天，半身都动不了。 念佛号也是这样，做完功课，酥麻的感觉就没有了，身体就像平常一样。那一天日常生涯散念佛号时，也是全身酥麻，但没有做功课时那么强烈。 念一生佛号中，从头到脚就酥麻好几次。我想，这就是拜见黄老以后的感应，使我增强对这部经和佛号的坚定信念。每当我回忆， 拜见黄老的情景时，心里暖烘烘的。我当时不懂什么高深的理论，但我觉得黄老所说所著是正确的，按他所指的去修没有错。直到黄老往生以后。 九五年的一天，北京陈居士问我黄念祖老居士的事来，我就把黄老给我显像的事说给他听。他听后惊呼：“黄老对你这么好，那不是观世音菩萨吗？” 那不是给你显的观世音菩萨像吗？给你显的法像吗？我听他这么一说，我就傻了，坐在椅子上半天没说出话来，心里想：啊，可不是嘛。 我当初想到寺院里观世音菩萨是女相时，黄老突然把光收了。怎么不往下再想一步呢？要是早知道，你给黄老顶礼了吗？陈居士问。没有。 我惭愧而遗憾的回答，这就是末法中障身业重、至浅福薄的我所经所做的一件非常惭愧而遗憾的事。遗憾的是，我没有及时的认识到。 黄老显的是观世音菩萨像，也没有礼拜，以后也没有多亲近黄老，请问佛法，只是想到黄老时间紧张，不敢多打扰。现在想起来。 非常遗憾。随着我对于佛教的学习和羞耻，我更加惭愧和遗憾。当时黄老所写的像，是很微妙殊胜的。我所写的，只是当时。 下根劣质的我所见的，而且能够用语言文字能描述的部分，众生的慧命胜于我的生命，我不敢有丝毫乱造。我深知，如果我写的不是事实的话。 我将犯大妄语戒，我的罪，即使是生陷地狱，也不过分。但我写的的的确确是事实。面对黄老的舍利子，想想夏老、黄老的一生。 痛定思痛，好在还有黄老的老师下联居老居士的著书，有黄老讲课开示的录音磁带，有黄老用心血写成的书流于世间。 给我们末法众生点燃了火炬，照亮了修行的道路，指明了方向。通过短短几年的修持，使我深刻体会到：首先得到真实智慧。 首先得到解脱，首先得到真实利益的人，是真实信入如法修行的人。正像夏莲居老师《敬宗必读》敬语直念去所说。 弥陀教我念弥陀，口念弥陀，听弥陀，弥陀弥陀直念去。原来弥陀念弥陀，愿所有的众生正信。 正修正行，得到真实的解脱。 Bye. Uh -huh.